推到前面去，压力有点大，不要推。 下了多少？ 不该漏，这游戏不要漏金正明的刀。 这我倒想打，打他掉不了太多血。 哇操！收！收，兄弟们！ 我操！对面基地能不能现在爆炸呀？我等不了了。对面基地能不能现在爆炸呀？我操！我等不了这几十分钟了，已经。能不能爆炸呀？我操！这打不了了吧？系统能不能直接判对面负？
我等不了了，这还要再打二十分钟，我操！我等不及了，我操！能不能判负啊？这对面赢不了了，别浪费时间了，系统。布甲鞋还真挺不好打，还有摸眼，嗯，这就没办法了，可惜，1532，还行，这兵线，他摸眼走。不摸眼拉回来 A 一下再 A 一下就死，也可惜，很可惜。妈的叫狗是吧？他刚闪了是吧？瞎子刚才，他是闪了是吧？我记得，瞎子是闪了是吧？他不闪的话，那 Q 上砸下来直接死了。没事，我也吃到个肚子。对，死了就双杀了。적을처치했습니다压力这么大，那他有鞋，我们还是很难打，机动性很高。三挺疼的，这里别上了。移速有点快，约不了我。哎呀，收收。刺我肚子，可惜，
哎呦，我大不了不该交的，不交我杀了，这里直接天秀。我也行吧，多少钱？还想吃？闪快跑！错了，我的问题。星石伤害高不是，是我带着彗星，我带彗星他就会很痛苦。那你再追，你再追试试。你死定了，我跟你讲。你还敢回来？我操！你敢追我？怎么说？可以吧？这主要是这个可以给你十 CD， 这个十 CD 很关键，没有这十 CD 其实挺蛋疼的。我只想说一个字，他主要他打我，他不带绿色，你知道吧？这挺狂的，这人。好惨啊，那这没办法，他们中下压力太大了，上路打不过。我操，连体狗！兄弟们，这剑魔没办法，叫狗的，打不过。哎呦，坏了！对面还有个卡莎，这英雄是有说法的。哎呦，想逃？哼！
想逃。哼，那家伙，可恶，是什么时候？不要小瞧了人呐、啊！我操，好中路，好羞耻。打野大树真的牛逼，你要看你怎么玩呢？你要用那种打架的思维去玩，那肯定玩的垃圾的。玩大树主要是你下路不能炸，一换一。战将的化身。那卖了多兰买了个三项，两件打一件喽，带个中路。主要是我之前讲，关键不是征服者跟彗星哪个更强，而是在于你一旦带彗星了，你打很多英雄都能带传送去打，懂吗？就是你不太需要说，你不太需要说那个，需要说带点燃或者是怎样的东西，就是它不一样。进入又打起来，结束了，这纳打不了团，你还买个死刑浪费钱。打诺手我也是带着彗星，诺手这英雄他就是选出来用数值跟你自爆的，懂吗？闪现加疾跑，他就选出来自爆的。我操！我们的配合啊！可不要小瞧了我们的羁绊呐！结束。他对我们对线是打的比较慢，现在打的大师中师，大师比较多吧，可能偶尔排一两个中师这样子。对面炸了。我也坏了，拿了个一千，谁拿了个一千？卡莎拿了一千，我操！别，我操！不是吧？卡莎拿了一千，他十杠零被宰了，拿去团团不了，怎么团？不给机会就行，不会，对，我不会蠢到一直打架的东西，我杀不死，我可以尝试杀就行得了，其他人我可能杀不死，我可以尝试杀死的，还带啊，杀我！杀的死！杰斯！跟你们讲话！我操！我本来不破灯嘴。不然你以为干嘛要来上海打韩服啊？这海南我操七十多给他妈秀成傻逼了，这海南还打韩服了？
还是水泥拉又磨一点。还带啊，再带就沾东西，不打走好。我操，真的还带啊，小纳尔，你怎么跑啊？啊，你告诉我你怎么跑、啊？你又没怒气。太炸了！这都行啊？还行。哎，双杀！盲星拿了我一千，还可以接受吧？我觉得。哦求求你求求你求也没用钓鱼哎我知道我有可能被杀但是在直播这主播在直播那肯定是要想着怎么样把好的操作展示给观众懂吧这如果说主播不直播那我现在最起码杀19个懂吧我如果不在直播的话我就一直叫打野来上啊，连体，要么就一次错误也不放，但是没办法，主要是在直播，挺烦的，没办法，你也不知道怎么说，没办法。我操，这么狠！主要还是观众问题大一点。好惨，拿下了，现在是被折磨的有点痛苦。胜利，胜利！这把 MVP 谁的？这把谁在 C？ 这把谁在 C？ 兄弟们，不多说，好吧？打开我们的伤害面板，这把谁在 C？不多说，好吧。这把谁带谁，不多说。